当地时间5月22号16:30，泰国陆军司令巴育宣布发动军事政变，推翻看守政府，接管国家政权。泰国前总理英拉23号乘坐私人防弹车向该国军方报到。不久前，英拉因被泰国宪法法院裁定违宪，总理职位被解除。英拉在下台后一直没有公开露面。